这是今天三个从河里面抓来的鱼，我们今天要做一道鱼酥。大的那些鱼我们都放冰箱里面去了，今天就用这种小鱼仔来做这个鱼酥。现在先把面粉倒到碗里面来，现在打两个鸡蛋进来。哇，好硬。现在放点盐到小鱼仔里面来拌一下，放一点料酒进来，放一点十三香进来，放油，开始炸鱼酥了，搅拌一下。现在这个鱼炸了两面的金黄了，捞出来了。好了，这个小鱼仔已经用中小火把它全部炸了一遍，现在用大火再回锅炸上一分钟。好了，这个鱼炸得非常香了，捞起来了，这样回锅再炸一遍的话，它就更加酥更加脆。尝一只先，好脆，嗯，又香又脆，嗯，一口吃下。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吧，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，请继续关注农人家，拜拜。